从侧面看是胸肌很立体的，衬衫可能发挥 K6。哎呀，那我们再看一次爆开的画面，这样子。好，大家可以截图，而且像一下流汗，有一种性感的感觉。你对你的胸肌自豪吗？蛮有自信的，就是想要不自信也有点困难。那你可以往前坐一点点。好的，我们就在这个很有诚意的画面中结束。欢迎来到传播地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我今天声音有点哑，因为我昨天一直骂小孩。以上解释。然后呢，在圈内大家都喜欢那个健身、身材好、长得帅的。但是身材好、长得帅就适合当男朋友吗？今天我抱持这个怀疑的态度来进行一个专访。马上欢迎来自台中的教练 AD。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然后目前在台中担任那个自由教练。然后平常的兴趣是看动漫，然后还有撸猫。啊，撸猫？对，我刚刚听成撸什么？哦，撸猫。要养2只猫啊，真的、哦？对，什么样的猫？黑色跟那个虎斑的。那你平常会怎么撸猫？你会跟猫撒娇吗？因为养猫的人都个性有点古怪，我也是。其实他们比较会撒娇，就是每天起床，我走到那个餐桌，他就自己就跑过来，然后趴在桌上翻肚子，其实叫我，然后先摸就对了。对，然后不摸他还生气。你们家的猫这么傲娇？对，你确定你养的不是狗？真的很像狗，很像狗吗？养成的很像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那个别开生面，一开始就来做一个男友面试官的考试。我会给你总共有16道题目，那前面15题是简答题，每题占分6分，总共90分。最后一题是申论题，10分，总共100分。看你至于我而言，你会是一个几分的男友？OK 了吗？ Okay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一件衣服最多穿几天？一件衣服，对，最多我觉得2天。2天。如果是冬天没有流汗，可以；但是如果夏天流汗就换掉。那你的袜子会重复穿吗？当天或是我晚上出门再穿一下，买个东西哦，没有流汗我就会再穿，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双就是一天了，一双一天。对，然后流汗就一定会换。对，蛮干净的。那你下班或是出门回家前会先回家后会洗脚吗？比较少哦，因为在外面都穿着鞋子，不会赤脚乱走了。因为有的人可能有脚气啊，所以你可能脚是香的。香的嘛，可能就是中间。你要练过别人是不是？要问跟你同居的人才知道。对，是香的吗？没有味道。哦，没有味道，很棒，那先加分。你多久剪一次指甲？指甲就是看长度，可能稍微跑出那个尖尖这样子。所以你剪完就会像你像这样子很短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可能觉得穿袜子会刮到有没有？那个袜子的那个毛会刮到，我觉得就会好像要剪。OK， 那我斟酌给分。你多久会刷一次厕所？厕所从来不刷，都不是我在刷，因为我刷那个我女朋友会觉得我都刷不干净。可是也是一种心意的表现啊。但是就是刷她还是会再刷一次，我觉得那我干嘛浪费时间？对，就给她专业的刷就。她怎样专业？她是怎样？她后面在接 case 在刷厕所是不是？就是感觉是那种你来花钱请人家刷那种，就是真的进去你会觉得。哇，发光的感觉，焕然一新。对，那你要给他时薪啊？现在打扫的时薪一个小时是5到600块。对对，我帮你计费啊。下一题，你有没有喜欢不喜欢吃的东西？前阵子半年去泰国玩，然后吃完就是回来有肚子，就是吃坏一直拉，然后我就吓到了，可能是街边食物的关系啦。我想说应该是正常啦，因为每天早上吃那个饭店早餐都没事，都在拉，就是都在拉，就是正常，每天拉。但那天晚上是觉得。想拉但是不行，就是用吐的，这么严重？然后吐了一个半夜，回来台湾之后，路上看到那个泰式料理招牌就害怕了，不用闻到哇，这样看到就有点害怕。下一题，你有没有挑餐厅的障碍？是我先看有没有肉，嗯哼，有蛋白质。如果这一间都没什么肉，基本上就不会去了。但是不是东挑西拣的那种？因为有时候出去约会，就是说这个不吃，这个不吃，我真的会俩公哎。主要是有肉，然后吃得饱，这样就好。那你会自己做菜吗？会，但是都是那个干煎鸡胸肉、煎蛋。所以都煮什么？煮可能就就是米饭，然后蔬菜跟蛋，就是简单。所以这样算，严格说也算不会料理，只是会加的。但是我如果要做某个菜之前，我会先 Google 看一下人家的食谱。然后之前用那个炒饭或是炒青菜，他觉得还不错。炒饭跟炒青太复杂了，我不太会做。那你会帮妈妈洗碗，会帮女朋友洗碗吗？不会啊。啊，会。对，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在厨房做的事。
自己会洗啊，因为不喜欢在那边泡很久啊。好，所以下一题你应该也是会得分。吃完饭会立刻洗碗吗？哦，会啊，但是除非如果他需要泡一点水，让他旁边那个垢软掉。比如说煮饭不是会旁边哦，对，那个马上洗就。你说电锅，然后它会有点干掉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就可能泡个，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洗掉了。好，很棒，你目前为止都有得分诶，几乎。再来是伴侣篇，另外一半如果跟你约会迟到，你会臭脸吗？一定会。多久内不会臭脸？可能等一下，十分钟内，因为我个人对那个守时比较要求的。几分钟开始会不耐烦的问？开车饿就不行了。那、啊、你会怎么样口气的跟他讲话？我就是很，还是他在现场很安静，很安静。对，我是那种比较，他一来就冷暴力处理他这样。对，好，我看一下这题要给你几分。看起来有人可以接受迟到都不臭脸吗？我可以接受迟到到半个小时以上，不太会臭脸。哇，那你很厉害。我是很宠爱另外一半的那种人。来我家吃饭迟到也没关系，我就说安全就好。可能我对时间真的比较……等一下，我没有时间观念，是不是？我是说你，就是你个人很不喜欢，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对，我是说，如果你要晚到，你就是早点跟我讲。比如说迟到的前一分钟可以吗？前一分钟，他也有提早啊。他跟你约四点，然后3:59说我会慢15分钟，至少有讲。对， okay, 如果另外一半耍懒，你会帮他洗澡吗？我帮他洗完，他还是会再洗一次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么不会帮人家洗，跟刚刚那个刷厕所有点像。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弄不干净。那基本上好像这真的不用做这个事情。对。那你是愿意的？是可以。就是他下指令说帮我洗澡，你就说哦好来。OK。哎、欸，我这一题就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哦。嗯。那如果比如说另一半去朋友家里面玩，然后比如在玩那个跳舞机，好像穿得很清凉，你会很生气吗？就几乎就只剩内着的感觉这样子。如果他们都是这一群好姐妹，当你说一都是同性的嘛？对对对，这样是没关系。就是有一天你滑 IG 滑一滑，什么？他去别人家玩，然后只穿着内着，然后在那边玩跳舞机，还拍影片，跟他讲一下，然后看他要不要删掉，然后他就不删，不删，继续臭脸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下去。哎，我真的遇过这种状况，然后都会超光火。另外一半睡觉打呼很大声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先录。那你录影是要给他看的，就是隔天，你昨天打呼很大，就是给他听那个声音，很贱哎。另外一半没有跟你报备，就跟别人去看电影，你会跟异性？异性当然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一定先好好讲。示范一次怎么好好讲，就是哎，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讲那个你要跟那个谁出去？就是一般的口气，可是那种口气还是会有引发吵架的危机。我觉得多少会，因为你这个要。好声好气讲有点困难，会吗？就演戏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你今天跟谁出去啊？也会这样吗？有的人可能会这么做，这样感觉他那个也是好像蛮故意的。我会走到很故意的路线，好像太多了。你今天跟人家看电影啊、哦？好看吗？跟谁？这样还蛮贱，很贱啊！我会走这个路线。我是不，你就说哦，为什么没有讲这样子？对。然后你就说，跟朋友看电影，为什么跟你讲？他就跟他说，那我也要跟别人看，不要跟你讲。好啊，你要约谁？没有，没有约谁。你这么弄，所以他呛你说你要约谁，就是啊，所以没有，我没有约谁，我自己人看。最后题，申论题，另外一半不爱健身，但是又很爱抱怨自己身材不好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可能每天就讲一下，你就动一下，你又不动啊，因为我觉得一直讲一定会来暴怒。啊，你就是用嘴巴讲而已。对啊，或是要给他诱因啊。我听听看这个诱因值不值得这样。假设约出国玩好了，我帮你负担旅费。对，就是，但是有期限的，因为假设我们有期限，11月要出国嘛，那你就是假设有5公斤，五公斤啊、喔，五公斤的两个月就好了，五公斤两个月就好了。对，我们来算分数，12×5，60分，才60分，申论题5分，所以他是65分燃油。对我，所以刚刚那个五是一题五分这样。对，前面是一题五分，有及格了，不错。哎，还是我算错了啊、哦，一题六分。哦，那我算错了，12×6，72×77分。哎、欸，你是个懂得争取分数的学生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那接下来就是你一定会得分的部分，就是写真集的内容。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害羞，我会让你更害羞的。因为我要在你面前看你的身体，这个和服是真的蛮好看的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头发的长度有另外一种帅度。
那现在跟这个男的比较帅？你硬要逼我选吗？我真的会硬选哦，我会选这个。哦，因为那个对了，照片一定会。不是发型，哦，发型。对，你比较喜欢哪个发型？好像是这个。对嘛？比较长一点的、啊這個。对，我有一点点像王大陆之类的感觉。王大陆，他最近不是有那个变胖？我们来看看他的脚趾甲，耶，居然有脚趾头特写，所以这个长度是还不会剪，还不会勾到袜子的。好像快要了。讲到这个，上次有一个网友他就说，哎、欸，你那个指甲好像太长。哦、我以为他跟你买指甲，我就吓一跳。买指甲也太变态。哎、欸，你很多脚的特写，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脚的摄影师，就是粉丝要求的。哦，不是，你有很多脚控的粉丝吗？目前都没有，没有人说你的脚怎样，我是没有遇过的，只有说你脚指甲要剪，你是。这个 pose 蛮常见的，但是比较少看到是穿着，这算浴衣吧？有嘎达。那你可以摆这个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太久没买，有点忘了。还是因为太重会卡住，衬衫可能怕会 K 掉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再看一次爆开的画面，这样子。好，大家可以截图，有点像一下刘海，有一种性感的感觉。里面胡子看起来好小哦，所以才留这个，因为好像真的会看起来。那时候是不是真的瘦很多？因为那时候比赛前后一两周，那时候体脂肪很低，所以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、欸，就是脸会。尖很尖很尖，然后就是削下去的那种。我们都会说脸没有凹下去，不算有剪完。那你女朋友比较喜欢你留胡子还是不留？留胡子啊，因为好像是她叫我留。哦。不然她觉得我这样看起来太屁孩，不是屁孩。可是你也是你是胡子多的那一种类型。很少，我这个留很久了。对，大概应该留了一两年。但她就是在，她就这样子而已，只是而且就这个局部而已。对，这边也没有，都没有。这里呢？因为我是算身上毛很少的，我腿毛就是只有小腿，然后大腿都没有。你的这里的毛看起来也蛮少的，我觉得中等。啊，中等。对对对。还是你为了拍片有刮？我稍微修一下，里面有你可以看，但是自己看就好。没有，我就要在你面前看，因为我知道那种害羞的感觉。哦，这很难呼吸吧？因为我知道我看过有人拍。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会那么呛，然后。手很烫啊，手很烫，因为它在手上会烧 啊。是哦，它就是点完，然后我要拿着，就很像你拿着鞭炮，但它不会爆炸。还有那时候有戴墨镜啊，不然我觉得眼睛会卡那个粉尘。漂亮的东西就是比较辛苦啦，嗯、比较难取得。接下来就是跟今天很类似的穿着，就是衬衫。你真的是会崩出来的那种吗？欸、平常哦，蛮崩的哎、欸，因为刚刚那样，其实往后拉还不一定明显。我从侧面看是胸肌很立体的，正面看不到的，正面比较看不出来那个山的幅度。那你对你的胸肌自豪吗？算是蛮有自信的，就是想要不自信也有点困难。你肚脐也蛮干净的，我每天都会洗。啊，你每天都会洗肚脐吗？就是因为就顺便。你肚脐很深吗？这个手指头前面这一半吧。他好巨细靡遗的回答，谢谢你。没有，不会去量哎。你每天洗漱还会用棉花棒去掏它吗？是不用了，没有那么，里面应该也没有那么细致啊。就是沐浴乳这样进去，那挖一挖，然后冲掉的。没，身上也没什么好洗，就是大概洗就那些地方。哪些地方？来，我们展示一下你洗澡的概率的动作。就是大概，但是我都洗不过去，不知道很容易搓的。我知道，这我也是知道。然后四肢也是这样滑过去。对，然后再洗脸。重点部位会特别加强吗？腋下不会哈，腋下算重点部位，算吧。我个人是就觉得一般地方。你是这样子滑过去两下，对，然后再胯下也是，然后再来洗脸，然后胯下跟脚就是最后再洗。对，好的。那你对胸肌很满意，那对屁股满意吗？屁股也是很多人开始害羞了吗？我自己没有特别一直去注意，但是大家好像大家普遍都说，可能学生。啊、哦，学生，因为上课会看到教练，你的屁股好翘，上课会看到。啊，我穿裤子还是？哦，我想说，上课为什么会看到屁股？他说臀型很好看。对，然后他说你都怎么练？我说没有，就是不要逃过臀日就好，因为很多男生会不想要练脚。可是腿跟臀是连带的，是不是？基本上就是一起练到，因为你要动脚，它基本上就会动到。OK， 哎，哦，然后这一组就是特别给腹肌的篇幅吧。嗯，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应该是一次最低的时候。你知道是几块？六块，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肌肉的形状。人家有些什么5.5块，因为我的不是对称那种，
啊，对，因为每个人的肌肉的形状不一样，有些人真的是4块、6块、8块，这个你是右三左，这边三颗，对，那这边是2.5颗，对，因为这没有切开来，对，然后没有看到深邃的肚脐眼。看，你知道看肚脐可以看出他性格，那可以看出什么性格？我觉得肚脐深的人比较开朗，我乱讲的。比较开，比较开朗，我乱讲的。你不要这么认真听我讲这些干话。好，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写真哪里买？博客来要哪里有？没关系，我们这边会上资讯，我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了。这边都买得到，最后，因为算已经结束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胸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全部都看你觉得怎么样露最性感啊？怎么样露最性感？还是你随便露都性感？就是，但是不要全部露比较性感。啊，眼镜，我们满足一下眼镜控。我觉得戴眼镜很好看，我就可以再开一点点，再开一点，因为看不到胸肌，应该往外，不是扣子不用，我不用再这个，对，就是往外翻开一点点而已，特别好啊，对，这样子看到，那你可以往前坐一点点，好的，我们就在这个很有诚意的画面中结束，拜拜。